收看地球的庆典，我是马国贤，今天带各位来到是位于台北市阳明山的竹子湖。各位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来到竹子湖却没有看到任何的湖泊，反而是看到一整片的海域呢？没错，今天就是要带各位来这边欣赏海域的祭典。每年在3到5月，这里呢会充满了所有的海域，但是各位可以发现到，其实这里呢种植海域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却占了全台湾80%的一个产量。但是各位，你们觉得来到竹子湖只是单纯欣赏海域吗？那你就错了。我从学生时代就常常来这里，几乎每个月都会来，因为这里实在是太美太漂亮了。所以各位，这一次呢，我除了带各位来欣赏海域之外，还要让你来体验阳明山各种不同的玩法休闲。各位跟着庆典去旅行 ，Go！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呢，是位于阳明山的半山的地方啊。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农事的体验。这里呢，它是用一种所谓是叫做普门的一个农法，我们这个请专业的来帮我解释。你好，你好，我是国贤。待会呢，我可能就要麻烦你带我们来参观一下你们这边的这一片，算是小型农场吗？对，你这样 OK 吗？ 对，因为其实阳明山对我来说算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可是今天来到了这个野蔓园呢，我进来的时候我稍微是有点吓一跳啦，因为可能环境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蛮好奇，就是说来这边已经大概多久的时间？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这5个多月当中，你有离开过这个地方吗？会下山。会下山。对对。那下山指的话是去采买吗？还是说？没有，我们主要有每个礼拜都会去建国花市那边摆摊。你说你来这边，好，你是帮他工作是领月薪呢，还是说你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做交换，还是怎么样？其实主要是以工还俗，他就是在这边做一些农场里面的例行公事，就比如说除草啊，喷洒一些施肥啊，或者什么。对，然后农场提供食宿，还有传授很多跟普门相关的知识。你们最少有没有什么一个时间限制？就是说一天或两天或怎么样？我们换工是至少要14天，因为14天的话才可以体验这边所谓的不方便生活。因为它是这边的设计是一个教育推广型农场，希望来的人有自主学习的能力，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我因为我可能刚进来啊，就感觉这边是稍微，我觉得是稍微比较简陋一点。然后那吃东西的话，你们是也是在这边自给自足吗？对，我们主要有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循环的生态，这样。循环的生态，就我们这边的所有东西，包括吃完的那些厨余，我们也拿来做堆肥。然后我们的生态厕所各方面都可以再循环利用，再去种植，回归到土地这样子。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生态厕所。对，何谓生态厕所？就是我们的排泄物，我们会让它在一定的时间发酵之后，再回归到大地去当肥料，感觉有点像种蔬菜。肥，对对对对。所以蒲门它的一个蒲门农法，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吗？对，它主要有三大架构，就是照顾地球、照顾人类、资源公平分享，是这个三个方面。感觉其实蛮好的，照顾地球，对，照顾人类，然后资源是所有人共同公平的分享，对。有番茄，现在这边的蔬果，因为这边的一些蔬菜啊，我看其实量是没有很多，那够你们在山上自给自足吗？可以，可以，是够的。因为我们的自给率大概有90%。90%？对，因为有很多野菜啊，可以，还有我们自己也种米，那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基本上都可以解决。都是靠你们自己去？都是我们自己想办法，自己酿酱油，我们自己榨油，我们自己捡柴、生火、烧柴、煮饭、洗澡，什么都是。你们等于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都是自己来做一个生产，都可以解决，都是我们农场里面自己生产。居然这边看到一个生态池，那我可以请庆玲帮我大概解释一下，
这个生态池它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生态池？我们这个生态池主要就是饮用上面的灌溉水，那它有调节微气候跟过滤杂质的功用，所以我们经过生态池之后，再经由一些管线引入我们生活区，就等于是一个中继站了。对，是吧？对，还有那个生物的多样性的。哦。刚刚问了庆林，他说正常都在一二月的时候就得要先插秧了，对吗？对。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要来拍摄，所以要特别等我们来一起体验这个插秧的感觉。哎，好深哎，这个土，各位可以看到，真的蛮深的。哎，为什么你们这边不用那个？因为现在一般插秧不是都有那个插秧机？一过去就把那个秧插好了吗？对对对，可是那种方式它，虽然说会比较整齐，可是，有一些福寿螺、一些虫害，或者说它没办法去把它挑掉。对，一些需要调整的。各位，你们分辨得出来哪边是杂草，哪边是秧苗吗？正确答案是这个，但其实长得真的很像。但是它刚刚清明说，杂草它长得比较扁，那秧苗它长得比较圆润一点。这感觉有点像是有些人他的头发在顶部的是比较稀疏的直发，这是更像直发的感觉，去补他那个根部。这摸起来也像，很像头发。把插秧比作直发，这太那个了吧？像这边的这个梯田啊，它一年可以有几次的收成？可以到两收吗？我们这边都是一起的稻种。哦，所以一年只能收一次。对，但是这边就很够自给自足了。还有过剩的，还可以再拿去的问题吗？对对对，我们会再做成加工品。因为我从小我就是，可能家里的家教的关系，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教说，你今天能够吃多少，你盛多少，你盛满满的一整碗，哪怕是满出来，你就得把它吃完，碗里是不可以留下任何一粒饭的。因为以前我们只要碗里面，你只要剩有剩饭，剩几粒，打几下。我不怕人家叫一桌子菜，我只怕你叫一桌子菜，你吃不完，你剩在那边。因为很多人其实用餐都是这样子，叫了满满一桌，但实际上吃不到三分之一，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倒掉，都是浪费。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建议你们来野蔓园走一趟，你会更加珍惜你身边所有。那我想要问一下庆林，就是说你来到这边已经五个多月了，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不习惯，或者觉得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的那种想法有没有？其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并没有不适应，就可能跟很多都市的人不太一样，虽然我也是都市人，可是我是有长期在山区一阵子，所以来这边反而有一种归属感。你本身以前曾经冒昧的问一下，不要介意，有出家过吗？没有，没有。因为我是从事艺术创作，那艺术创作就是必须要一直不断的一些激发、沉淀，或是检讨，或是思考。然后我在检视自己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自己的需求并不多。就人的基本需求就是吃喝拉撒睡。那其他外在的一些欲望，那都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是媒体各方面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并不是真正我们需要或者我们喜欢。听你这样讲，我就听到一个重点，因为你是一个艺术家。因为真的不夸张，我身边只要学艺术的，不管他今天学的是美术也好，音乐也好，创作也好，我跟你讲，两个字，怪咖。设计这样的环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是就可以训练你独立自主的能力。就是你在这边生活，可能你遇到了一些生活上需要的问题，好，可能你要煮菜，锅子去哪边找，或者没有锅子的情况下，我怎么去煮菜，你就要自己想办法。真的不行，再去问。因为刚我们不是去插秧吗？然后插秧完之后，我不是弄了手脚上面都是泥巴。那刚刚他就说，那你这样子，你可以去香蕉圈底下去洗，因为那个香蕉树的根部啊，它是可以过滤脏水的，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洗。因为刚刚我们插秧，它那个泥巴整个都伸到指甲里面去，脚指甲、手指甲里面，然后其实都洗不太掉，光是用水冲、用手搓是搓不掉的，因为也没有任何的洗洁剂。我刚好看到旁边有那个枯萎的香蕉叶，那颜色看起来就很像是个菜瓜布，所以我就想说，哎，灵机一动，我刚刚有问题了嘛，我现在要解决它嘛，我就把那个香蕉叶拿起来，
顺着水流稍微搓一下，指缝里面擦一下，哎，不夸张，手脚那个指缝之间马上全部就干净了。所以这完全都是很环保、很自然啊！我没有带任何的那个清洁剂，也没有用任何的这个工具，哎，我这样手脚也干净了。所以各位，有时候有些事情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不要想得太难，船到桥头，它自然直。当你遇到了，慢慢去想办法，凡事一定能够迎刃而解。现在呢，带各位来参观今晚我们要入住的房间，非常大，因为我很喜欢客厅大，中美式的感觉就很气派。在这个客厅呢，他这边帮你准备了卡拉 OK， 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想要这边欢唱的话，因为他这边目前呢，整个度假村里面有五种房型，就等于说有五个房间，就是五栋的，然后在这边每一栋呢都可以容纳十个人。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阳明山的美国度假村。那早期呢，我现在在这个整个区块呢，它是一个美军的宿舍，但是因为后来美军撤退之后，这边其实空下来空了很久，那很多其实拍戏啊、拍广告啊，都会借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拍摄。那这个餐厅本身，它这栋建筑物呢，是在1955年所完成的，当然已经经过50-60年了，所以中间其实有陆陆续续翻修，那现在是成为一家餐厅，叫做凯利餐厅，是非常的漂亮。主人呢，把这整个区块做一个重新的打造以及翻修，所以现在这边呢变成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 villa， 小型的度假村。各位这一集一定要好好看，跟着我一起来体验一下阳明山的美食生活。好，在我身旁这一位呢，是我们凯利餐厅的行政主厨。各位，其实炸鸡旁边它其实是有附薯条的，但是薯条为什么现在没有？因为我刚太饿，没有吃完。那我们现在尝这个猪炸鸡，那猪炸鸡叫做老妈炸鸡，对，炸鸡就炸鸡，为什么还叫老妈炸鸡？难道是你妈教你的吗？因为早期是阿嬷。我开玩笑的，是真的吗？哦，真的啊，真的阿嬷。你阿嬷？对，阿嬷开始弄给我妈妈、我爸爸小朋友吃的时候，就是用酱油腌一腌，然后直接炸。所以到现在，我们的口味就是想到阿嬷就变成老妈。哦，所以这个炸鸡是酱油由来的。对对对。所以你这个炸鸡是用酱油腌过就在炸吗？因为对，跟我们一般吃炸鸡是酱油、米酒跟那个糖，还有蒜头。我来尝试一下。还有独家配方。是大有味。鸡汁锁的也非常好，因为我咬下去它不会干也不会柴，你这个炸鸡真的好吃。里面的口感其实不输那种金黄色的炸鸡，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度被这个颜色误导，但吃下去之后发现哎完全不同。然后卤厨讲话来的口音，我觉得它比较不像台湾土生土长的，所以你应该不是在台湾吃的吧？不是，国外生的。在哪里？印度。因为印度我们知道印度的香料很多，你是不是有加入印度的一些香料混在里面下去做的炸鸡？如果这个中式料理的话就是中式，没有会加到印度的东西。好，那我们在吃完这个炸鸡之后，接下来还有三样，你们先推荐吃哪一样？墨西哥卷饼。墨西哥卷饼，好，因为有点大，所以我们稍微把它切一半。这是我们的料都，哎，你们料都真的是蛮熟，而且这是辣油吗？不是，不是，是番茄的汁啊，是番茄汁。对，番茄炒出来的油，不会辣，不会辣，不会辣。所以这个墨西哥卷饼，这个墨西哥卷饼不会辣。哎呦，
没有加墨西哥辣椒。哦，很香。刚好主厨呢给我的建议是先吃德国猪脚，那我们现在尝试一下。里面的肉，感觉那个肉汁啊，都锁在它那个肉跟皮之间，然后碰一下，它就慢慢的渗出来。那配合你那个酸菜，也太香了吧！接下来我们要试试最后一道菜，卡斯米亚咖喱。卡斯米亚咖喱，咖喱跟饭要一起吃，就肯定要把那酱先淋上去，是吧？没关系，你可以先吃酱，然后再吃那个。因为我真的我去吃咖喱，我都是全部台湾就是这样子，对，去浇在上面，然后这样啊弄混在一起这样吃。这不是啊，印度人不这样吃，印度不是这样。好，我还问你问题，印度人他是不是用手抓？哦，对，印度人用手抓。算了，我刚刚没有，那是比较穷的时候。哦，好，乡下，真的有钱人也没有用手啊。还好你讲的这句话，对，因为我们对不对？我们说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懂啊，对啊。对对对，好，还好你讲的，不然我正在用手抓，人家以为印度人看到这一集，以为说我穷。有钱人他会先吃咖喱还是先吃饭？当然是先吃咖喱，尝那口味。尝口味嘛，好，我现在尝咖喱。因为咖喱里面都是用新鲜椰子刨丝做的，新鲜的椰子去刨丝，嗯，这都。吃的每一个颗粒都是椰子丝，你看整条整条了，椰子丝这样，真的，用椰子去直接刨丝哎，对啊，哇，我先试一下汤汁啊，因为咖喱的汤汁是非常重要的，都是自然甜，椰子的自然甜，然后它那卡斯米亚的辣椒是香不会辣，对，你这个。香料我觉得吃起来很过瘾，是因为你那个每一个椰肉里面都沾着那个咖喱的香气，所以我就会忍不住的想要一直去咬它，一直去咬它。但是好香哎！来 ，Cheers， 下午茶 ，Tea Time， 感觉多好啊，好不好？各位，如果有机会，不要杨金山，来我们顾家村，记得来我们凯利餐厅，选个好位置。不管你是要做室内、户外，随便你，这边随便做，随便漂亮。这个房型呢，称之为亲子房。那其实这里的格局呢，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一样的格局，只是在里面设施有所不同。我首先一进来就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球池，小朋友们看到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因为这边有溜滑梯耶、yeah! ！只可惜，哎，我滑得很慢，因为不适合我的身形，我已经长大了。不过这球池啊，我觉得小朋友看到一定非常开心，因为很多小朋友呢，父母他们会把这边包起来一整天。为他的小孩子庆生或者是办 party， 这边呢其实对于小孩子是非常适合的，因为这个球池他们可以玩上一整天，玩到累的时候再去睡觉。那如果不想玩球的话，旁边其实有一些这个小型的这个大家酒都可以在这边玩。那大人呢其实也可以在这边准备一些餐点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mini bar， 其实在里面非常的方便。那我刚刚想到了，它这边的房型呢，主要有五种，那大部分就是分成一般大人在用的，或者是小朋友的这种亲子房。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色系呢，亲子房都是用一些比较暖色系，看哪边非常温馨的。那还有哪边不一样呢？我们再看一下。好的，为什么叫亲子房？因为我现在位置呢，这边就是小朋友，他们就可以睡在这个地方。那各位也可以看看。我另外一边，这里呢就是父母可以在这个地方，然后只隔了一扇门，而且那个门是活动的，所以随时可以监看他的小朋友是否安全，是否能好好睡觉，是否睡着了。那两边呢同时都有各自的一个卫浴空间，所以这边呢是主卧用的，当然小朋友的卫浴设备也是非常特别，会看一下。好。接下来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小朋友的，这个是淋浴间，我们这样洗，然后这边洗手。那我们大人当然是比较辛苦，你要蹲下来了。不过这是给小朋友用的，包含连马桶跟这个澡池，可以看到，哈，这个澡池其实做的比较大一点，小朋友就在这里泡澡了。好，对，基本上这就是我们亲子房的房型，洗澡喽。现在呢，带各位来参观今晚我们要入住的房间，它是一栋独栋的哦，请进。来哦，欢迎参观。非常大，因为我很喜欢客厅大，
种美式的感觉就很气派。在这个客厅呢，他这边帮你准备了卡拉 OK， 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想要这边欢唱的话，因为他这边目前呢，整个度假村里面有五种房型，就等于说有五个房间，就是五栋独栋的，然后在这边每一栋呢都可以容纳十个人，啊，四个房间，所以这边呢，你如果想要朋友一起上来这边开 party。想唱歌，想比较隐私一点，不想要去 KTV 的话，其实可以来到这边。所以刚刚我看到门口外面有烤，有的烤炉。那如果不想在那边，想要大家一起来聚餐的话，也可以来到这边。它这边有个长桌，大家可以坐在这边，把酒言欢。那这边也有准备一些简单的酒品，那所以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们讲，他们可以帮你准备，甚至于你自己带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两张床，但是我刚好看到一间就是主卧室。是比较特别的，只有一张大床，每一间的房间它的采光都非常的好，甚至于边间它是双面采光，哇，这个房子都是我拥有多好。各位，先来到了主卧室，今晚我就是睡这里主卧室，因为我只有一个，所以这个房间是今晚属于我的，非常方便。那因为我本身我不喜欢房间里面有电视，所以刚好他这房间里面也没有电视，所以我可以很安静的、很舒适的、很优雅的，就跟大自然共处一晚。在这个房子里面的重点就是他拥有一套这个铁板烧的设备，早餐呢，各位可以自己在这个房间里面来自己制作。好，现在我们就来下料。See it. The world's yours if you take it. So just take it, yeah. My mama said if you just get out of bed, you'll be one step closer to doing what you said. Now I've got a plan. 好啦，各位，你们明天早餐就在这里。完成培根蛋松饼。各位，如果进来小影坛之后呢，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网友们最喜欢在这里取景了。为什么？因为瀑布就在你身后。大家不要看哦，这个瀑布虽然说感觉其实很小，然后水量其实也没有很大，但是它这边整个环境看起来呢，其实是非常的诗情画意。奇了，妙了！我对于阳明山，我自认为非常的熟悉，竹子湖一带我非常的了解，但是居然这边有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那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网美都在这里拍照，我想说这个地方很漂亮，但是不知道在哪里。那这个地方呢，叫做小影潭，也有人称这边为小影潭蕨园，因为它里面有蛮多的蕨类植物。走进来之后，我觉得很舒服，是感觉好像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可能这边蕨类植物很多，那就有点像那种回到了这个以前那种侏罗纪时代那种感觉。那当然这里面也可能因为比较潮湿的关系啊，然后地上长满了青苔，包含我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算是森林步道，然后是一些登山步道，那其实做的都还蛮古色古香的。各位，如果进来小影坛之后呢，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网友们最喜欢在这里取景了。为什么？因为瀑布就在你身后。大家不要看哦，这个瀑布虽然说感觉其实很小，然后水量其实也没有很大，但是它这边整个环境看起来呢，其实是非常的诗情画意。其实有稍微参考一下这个网络上面很多网美他们来这边拍照嘛，就看一下他们在哪边取的景，然后摆的 pose 是什么，所以稍微参考了一下。那我实际到现场之后，我发现为什么你能够成为网美，就是有你厉害的地方，因为你那个调色调得好，所以整个画面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然后人也美，然后这个风景也很棒。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小影潭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蒋宋美龄女士，
他呢在生前非常喜欢来到这里做一个他的观光景点，或是说来这边休息啊、散步啊，所以他就把这边命名为小影坛，原因是这样的。好了，各位不跟你们多说，我要来拍美女的完美照。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气候风和日丽，这个微风啊徐徐吹来，哎呀好凉快，好像睡个下午觉，但是不行，因为午餐还没吃啊。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餐厅呢，我们要请老板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刚好你来这个季节是我们这个笋子在出产的季节啊，我们这个是全台湾海拔最低纬度最高的这个冬笋，冬笋，所以等于是丢席啊，里面加了这个咸蛋下去做的。嗯，啊，笋子味很浓吧？哦，哎，又嫩又细。对，哎，各位，如果是在这个时节哦，因为像我们来这个拍摄的时候是四月份嘛，就来吃这个笋子，特别的香，那个笋子的那个气味特别的浓厚。冬笋哦，我们这是最新鲜的，我们刚有现挖起来的冬笋哦，你只要用手沾着它的那个刚挖起来那个切口啊，那个汁液其实都是甜的。哎，我听你这样讲，我好想吃一颗生的冬笋哦，真的。因为我刚在门口其实有看到那个笋子，哦，真的是蛮大、蛮漂亮的。吃完这个丢席的冬笋之后呢，你再来推荐哪一道菜？自己腌制的黑毛猪的红烧肉。你这个颜色跟我一般吃的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吃的红烧这个猪肉的话，它是比较颜色鲜红。哎，对，鲜红。那这个比较暗红，这是还是真正的红烧，不加色素的。不加色素，你讲到重点了，就很天然，入口带点酸，之后甜回甘，对，吃完之后它的甜味其实一直在散发，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舒服的。哎，这红烧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再来我们要吃什么？来个鸡肉吧。鸡肉，对，放山鸡，放山土鸡，放山土鸡，很多人到阳明山来吃这个白斩的土鸡，白斩的鸡肉哈，有些大部分都是吃到这个叫做防土鸡。人家俗称的红阿鸡，红阿鸡假的，对对，那鸡种不一样。因为你之前是不是放山鸡，或者是不是真的传统对正土鸡的话，那么其实一咬下去那个肉质啊，马上你就可以尝到出来，它是不是有在山里跑过，真的。对，那个吃腿，腿好吃是应该的，对，背好吃也是应该的，是好吃也是应该的。那哪里是？来，你吃一块胸肉看看。胸肉，胸肉好吃就不简单了。胸肉好吃，整只鸡都好吃。这胸肉嘛，对不对？对，胸肉。好不好？我们先试一下看看。试试看来。很夸张，你的鸡胸真的不柴，吃起来是不柴，而且软嫩多汁。我说句实在话，这个你说入口即化，真的不为过。因为我刚刚放进去，我根本没有嚼，就是用舌头稍微点一下，整个这个化开的时候激动，那算激动吗？那对，激动，激动嘛。我吃完之后，我真的有点小激动，就是鸡精，而且就好像吃到鸡精。哦，我现在有个疑惑，我在看白斩鸡旁边这个，那个是炸四季豆吗？你吃吃看，吃了我再告诉你。很多人说吃了一辈子的这种菜哦，没吃过这种菜是这样做的。你这不是鱼干，是苦瓜哎。对啊，它的苦味已经被我去掉了90%以上，对，剩下一点点的微苦跟会回甘的一个感觉，好，这叫苦尽甘来。然后苦瓜呢是极凉冷的食材，那油炸是燥热的做法，对，吃起来就是不冷不燥，综合了，综合了。这道菜让我惊艳，这一道菜在我们店里面的名称呢叫做苦瓜不苦。吃这一道菜，你有没有一种刷嘴很想再去夹它的感觉？有，还没看到你刚才在讲话，我都不想要听你讲话，我都想要一直吃啊。对，对啊，所以这就是鬼拉你的手去夹的。哎，对，停不了的感觉，真的没有，鬼拉手吧？有吧？有吧？然后就夹一块。那我刚刚放在旁边这个红红的，嘿，感觉好怪啊。我的最爱，你的最爱，我的最爱。梅子薯条是没有哦，是地瓜，我最爱的地瓜。但是我吃你这梅子，有没有小时候的感觉？有呢，这梅粉是
小时候我们常用那个红甘梅来泡茶，到田里面来喝解渴啊，解渴嘛，对对对，这就是红甘梅下去磨的磨粉的红甘梅粉啊，对，所以跟一般甘梅粉的味道不一样。最后我看到你这个汤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其实我很喜欢喝笋汤。今天是冬笋排骨汤。冬笋排骨汤，对，而且我的排骨哦是用软骨排，有挑过呢。对对对，有挑过，你试试看，来来来来来来，煮汤的时候呢，就加一点酱冬瓜下去煮。嗯，但是你已经看不到酱冬瓜了，已经化在汤里面。煮了之后，它就化在汤里面了，跟汤融为一体了。难怪我刚刚是觉得说你这个汤跟我们一般在喝的不一样，它有带一个特殊的香味，我刚就是喝不出来那感觉。然后我再试一下你这个排骨。对。但是你排骨用的真的软骨排，你刚一直捞上来，我刚看到排骨，我就一直想要流口水，连那个骨都可以吃的。这是刚煮好就上桌哦，那个汤的味道真的很香。嗯，各位，下次如果你有机会来到阳明山，来到竹子湖，记得来我们发现，园艺对餐厅。找我们曹大哥，好不好？曹操的曹，曹大哥，找他来帮你先好好介绍一下。如果你对于跟菜色不了解，请他来帮你解释，他会帮你很详细的解释，很详细的介绍，尽情的享用这些很自然的美食，没有负担。走吧，夏天采花有什么技巧吗？等一下我教你，你先走下去看看，走下去看看是不是？哎，你走看看，会不会很深？试看看就知道了。好，让我试一下。哎，没有那么离谱啦，哎，还好啦，到膝盖呢，还好啦，那还好我长得高。嗯，竹子湖，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好奇，竹子湖它到底是不是湖？那为什么我来到竹子湖，我却没有看到湖呢？今天告诉各位，竹子湖它就是湖，只是因为在35万年前呢，因为这里呢是活火山，火山爆发之后所留下来的熔岩将溪水阻隔，所以形成了一个湖泊。之后呢，又因为有缺口，那溪水流干之后，慢慢的建到湖底了。那湖底有很大一片的湿地，因为有湿地，所以呢，人们开始来这边慢慢的去开垦它，成为了聚落。所以今天各位，你看这一集，你就能够知道，竹子湖它确实是湖。一直我们都以为这边是休火山，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有专家学者他们研究发现，其实阳明山还是属于活火山，只是最近的一个次喷发呢，传说在20万年前，但是最近又有研究出来说是在5000年前，所以其实这里还是蛮危险的一个地方。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啦，因为这都很久以前的事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何时会爆发你根本猜不到。有美景我们就来先欣赏。整个竹子湖地区呢，大概分为四大区块：鼎湖、东湖、下湖以及马槽。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海域大道，是位于下湖的地方。那这边其实有很多的造景，因为其实每年的海域季呢，都会有一个主题。那今年我们这个海域季的主题叫做“数数海域”，它呢这个 slogan 就是“数一朵海域，许下一个你的愿望”。所以这边可以看到。我看得到这么多的海域，我看到一朵，我就许个愿望，祈求今年能够事业顺利；再看一朵海域，祈求今年能够赚大钱；再看下一朵海域，希望今年能够
早日找到对象，再看一个，希望能够早生贵子。好了，如果再许下去，我跟你讲，整片海域田，我这个愿望许不完了，好不好？我们再继续参观一下。老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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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国贤，国贤，老板怎么称呼？哎，卤煮，卤煮。楼主，楼主，哎，对了，你知道公庙在哪里啊？我姓楼，哦，你姓卢是不是？对，好，赶紧讲。好 ，OK，OK。那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海域园吗？走吧，走吧。好了，要夏天采花了，走吧。夏天采花有什么技巧吗？等一下我教你，你先走下去看看，走下去看看是不是？哎，你走看看，会不会很深？试看看就知道了。好，我试一下。哎。没有那么离谱的，哎，还好啦，到膝盖呢，还好，那不是还好我长得高，嗯，哦呦，那你要，哎，不是，走不动了，我可以跑哎，怎么可能？我可以跑，你重量重我的一倍，你可以跑哎，你是不是有练过？轻功水上漂，每天都要跑，哦，对对对，你是那个，慢慢走来，六师弟，来，我们采花呢，哎，最基本哦，至少要采这样子这样子开度。开度了，开度，哎，对，这样是开到几度？这里差不多5分，这差不多3分左右。5分3分，所以一定要采那种3分跟5分的花型最漂亮。那含苞的，太含苞的，像这么太含苞的，对，这个回去不会开，也不会全开。采花就是反手，反手伸到底，伸到底，来，反手有没有？反手伸到底，把叶子撑开，抓紧，往上拉，你们听到嘣的一声有没有？啊，就是安尼。哎，茭白笋一样，但是袂食哎，哎，这不能吃啊，这是观赏用。天然性格，对对对。来头顶呀，哦，头顶呀，哦，前面有开比较开的，对对。好，那我们就来前面这一朵，那都可以，那三朵都可以。这已经是全开的吧？还没，还没，还没，还没。五分，对，三分，对对，没错，对不对？对，来来，他给你。好，哦哦好 ，OK。这都算比较小的海域，对不对？也还好，也还好，也还好。来，通通给你拿吧。OK， 谢谢。在阳明山竹子湖这边是从小到大都在这里，是啊，我在竹子湖出生的，然后呢，我小的时候是这里是种高丽菜，我小时候就是听过说，其实，在阳明山这边，它的高冷蔬菜，高丽菜跟稻米其实都是非常有名的，只是因为后来竞争者太多，因为可能离山啊或者其他地方都有种，相对的竞争削弱了这边，所以后来应该是在民国58年的时候，就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日本人他们可能引进了这个海域进来，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开始种植海域，然后现在才有今天我们每年这个3到5月可以。海域季可以来观赏，而且我这次来，我发现到，不管是在下湖也好，在顶湖也好，其实有蛮多人都种绣球花。然后其实因为绣球花就是观赏花嘛，其实蛮漂亮的，就是衬托在海域旁边，我觉得其实也蛮美的啦。但是我这边还有一点比较我自己好奇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先去那个下湖那边拍那个海域田嘛，哎是，那边的海域田我看有一些啊，它是那个不像你这边。因为你这边它整个是水很多，你是旱地的，对对对，它那边比较干。来，我这样跟你解释啦。其实海域我们之前在种，一开始种海域的时候都是水田，都水田来栽种。对啊，然后为什么会变成旱田呢？那时候海域很便宜，因为我们自己在市场的时候，一只，我说你十只那个，才几角而已。因为送给中盘商嘛，你是送去中盘商，所以几角而已。那后来我们去才会变成几块。对嘛，哦，对啊，然后就慢慢价格慢慢拉，对，慢慢拉起来。那现在就是开放给大家采的时候，那它开放给人采的时候，应该把水放掉嘛，对，它就变成旱田，看懂吗？所以是因为方便大家来采集，对，所以才把水放掉变成旱田。那正常的话来讲话，它一定都是应该用水田来去做，而且水田的时候花量会比较多。旱田的水那个花量会比较少一点。那顶湖这里我应该是第一次来，那我所以刚刚有点惊艳到是，这边的人潮没有像下湖那边那么的多，光是看这海域田，我觉得那个放空的感觉就非常的舒服，因为这边都水田嘛，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很多是旱田，那水田的话你就，它这边还有提供这个青蛙桩可以给你，你还可以去下田去体验一下。躲在那个海域里面的一个感受，或是如果你想采的话，就你想采不想采都可以，就是你，因为它收费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你可以去体验一下那感觉。那我刚下去其实是蛮好的，就是跟大自然接触。那我觉得卢主他也非常热心啦，就是跟我
顺便也帮我上了一课这个校外教学。还有几点？它这个点有没有？我们看这个点，这个点会染色。这点会染色，会染色。你看到没有？什么颜色的？是白的，对不对？你如果弄到你白色衣服，它会变成咖啡色，而且洗不掉。所以我们在踩这个的时候，千万不要穿白色，然后也不要去沾到身上。不要沾到身上，你就拿这样就好，不要，或者只是抱着就好了。哦 ，OK，OK， 就是不要弄到你自己的衣服。今天学到一招，这个底下要小心，拿的时候离开你的衣服一点，好不好？就这样子，抱着就好。抱着就好。OK，OK，OK。那待会我们可以接下隔壁去拍照吗？可以啊，走啊，很漂亮，走。我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海芋。踩起来，来，好，这个，这个叫佛焰包。佛焰包，来，这只才叫做海芋。这个只才叫做海芋，就黄色。雌雄同体，上面是雄，底下是雌。对啊，你看到有没有花粉？花粉。对啊，花粉刚刚采的时候掉了。对，下面是雌的，有没有？上面是雄的。哦，这叫海芋。现在我们来到他哥哥的这个海芋田，虽然我们现在下去采海芋，不一样的感觉，来试试看。这边还好，这边还没有你那边深呢。对啊，对啊，但这边是不能采的啦。我知道，各位，这边是不能采的，因为他们是特别留这一片。无所谓，你可以看最开的，而且可以，我可以介绍。有花粉啊，有没有看到？花粉，这是花粉啊，这是花粉。对，可以吃吗？不可以吃。我告诉你，海芋是雌雄同体。雌雄同体，来。我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海芋。踩起来，来，好，这个，这个叫佛焰包。佛焰包，来，这只才叫做海芋。这个只才叫做海芋，就黄色。雌雄同体，上面是雄，底下是雌。对啊，你看到有没有花粉？花粉。对啊，花粉刚才采的时候掉了。对，下面是雌的，有没有？上面是雄的。哦，这叫海芋，海芋，这个是佛焰包，它的外面那个变形叶，哦，所以等于是变形的叶子啊，对，所以不是花，真正的花是这一只，是有这一只嘛，对对对，啊，可是如果这一只你觉得不好看的，所以一定要这包着才会好看，才漂亮，对对对。今天根本就是在户外教学，马上让你了解海芋一下，学了一课。那你来挑，你让你采一只，让采一只最漂亮、最开的哦，最开的粉的哦，没找到，没有花粉的。你会觉得我越来越矮了吗？有你越来越矮了呢。好，往前走啊！我也越来越矮了呢。往前走妹，我在走啊。你真的走得很快，一定要没有花粉的好难，一定要花粉的哦，嘿，而且我现在，你要走就很困难了，对不对？为什么这边这么难走？更难走。来，这边一只就可以了，这只，你自己看一下，有没有花粉？没有哎，上面是不是很漂亮？是，那这只呢？这只还没全开了，这只还没有，但这个漂亮，对，可以，反手抓起来，好，来，伸到底哦，伸到底，好，马上。好，对，这样就对了。那因为刚刚我们都在田里面操作嘛，那可能镜头啊拍的没有那么的清楚。现在我们上岸了，直接在岸上操作给你看。好，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这些都海芋，在这边长得非常漂亮。那它旁边其实有很多的叶子嘛，你就用反手，要反手哦，然后抓着这个海芋往下推，因为旁边都有叶子嘛，就把叶子全部推开。抓到这根部的时候，你就稍微用一点力，不用太大力，其实一往上拉，往上拉的时候，你就听到。的一声就踩起来了，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个重点要注意到，就是你不要看它的根部，它是白色的。如果沾在我的白色衣服，我的衣服会变咖啡色，而且卤主说了，那是洗不掉的。这是采海芋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好，啊，你再闻闻看它，味道没有比较深，比较厚一点的味道，比较有香气耶。对，为什么？因为它开的。这样哦，所以它海芋它全开，它是在里面是没有花粉，然后这个旁边的这个你说这个叫什么？佛焰包，佛焰包是呈现一个全开的状态，然后里面是没有花粉的，这才是表示全开，而且比较有香气，因为反而里面有花粉的闻不到那个海芋的香气。对，
哇，而且你会越来越深哦，你看他走楼梯的感觉，真的，你会这样走楼梯的感觉，哇，越来越深，然后越走越深哦，啊，越走越慢，越走越深哦，因为越来越陷下去，对。你知道我现在玩阶梯就这样子下去 ，Michael Jackson， 不会倒，绝对不会倒，因为你脚被黏住了。露露，谢谢，我们可以去你的店里面喝咖啡吗？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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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太好了。